鱼，来到马缸这边，第一次来这边钓。这边的水色今天算还不错，但是看起来水面上蛮多鹅豚，也有很多钓友现在进行在做钓，他们似乎以乌鱼、黑白毛为基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就是会有什么大物上钩吧。中鱼了、啊，哇，大只哦！好，哇，今天这群人来到这个一个神秘的渔港，现在呢飘着细雨。好，让你看一下这里是什么渔港呢？就是贡寮渔会，贡寮区。好啦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这个港边水深大概四米，下着雨，究竟能钓到什么鱼呢？是有动作咯，紧张时刻来临，究竟是什么？开枪，结果放空，没中，看看我的有没有咬吧。好啦，搞沉底的，沉底组的也没有咬。杀毛了，好啦，放生吧，脚再靠近一点 ，OK 了。